YY 一同成长，让围棋记忆变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围棋 TV 为您带来的晚间直播系列节目 YY 冲酒之路，我是 YY。 棋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春帆，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大家看到了请到了丁烈陈芳围棋道场的另一位颜值超级高的导师王春帆老师。YY 老师过奖了。那个王老师，你们道场老师颜值都这么高吗？很意外，我们道场老师长得都还可以吧。还可以，而且我觉得主要是我们棋手长得都还不错。是，确实是这样。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对，今天是我们的汶川地震纪念七周年纪念日啊。首先我们非常的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呼吁起来，希望我们大家多多关注。对，我们希望汶川可以建设的越来越好。对，也希望汶川有更多的棋迷朋友们，需要我们身为职业棋手跟我们的媒体工作者，对，我们一定会尽心的去服务。是的，希望汶川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好好学习，了解围棋，对，喜欢上围棋。喂，今天你还知道什么日子吗？今天应该还是个节日。什么节日？护士节。对啊，今天也是我们白衣天使的节日。在这里也祝全国的白衣天使们能够工作顺利。是的。王老师啊，咱俩也是好久不见了。是啊，我记得印象是2014年9月份吧。对。我们在大连的一个围棋对棋赛上见过一面。对。那时候你的棋我也去问过你，你大概有几段实力？他在报 YY 的时候大概是1成4段。对，是那时候确实是1成4段。进步非常快啊。还好吧，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的给我上过课的导师太强，想不进步，太优秀了，对我帮助太大了，我想不进步也比较难。是，反正希望今天吧，我也能给 YY 老师多留下来一些有用的东西吧。一定会的。还有就是棋友们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对，棋友们，我觉得是围棋啊，这个东西就是有压力的棋跟没有压力的棋完全是两个概念。对，你有没有拼尽全力的去下一盘棋，跟你随便去下一下，可能就是天壤之别。是啊，有这么多棋友就是在监督着我，对，让我压力也很大，每一盘棋也是很认真的对待。在这感谢一下吧，感谢棋友们对我的支持与帮助，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好的，希望王老师早日冲九啊。好，谢谢王老师。今天给王老师啊带来几个课题。我看了有那个关子题，因为全面测试啊，我们第一个节目也叫第一个环节叫全面测试，我给 Y 老师准备了一个关子题，一个手筋题，还有一个定式以后的下法，还有一个布局非常常见的一个打入的一个长形。Y 老师准备先选择哪个？好难啊，那咱们先从定式。好，围棋初阶段先从定式入手。 好吧，那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好的，全面测试。这是小木高挂，然后这个二尖高压定式非常流行啊。如果白对大杯，这个就进行了一个吞正腰刀。嗯，接下来我们我这个定式会吧。然后长，这个你一般喜欢下什么？最常见的？顶一个。这个是最常见的，顶一个，然后跳。然后白棋搬，然后黑棋接牢。然后白棋压。然后黑棋压。然后白棋虎一个，黑棋拆边。这个定式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定式很常见，应该是一个2分的局面吧。这个定式现在最早是2分的局面，但现在更多职业棋手喜欢下黑棋。因为白棋这个局部上面这个头，咱们看一下，如果被黑棋拐到这儿的话，白棋这个地方你怎么出头？很难受啊。你如果跳的话，这个局部就一断。棋迷朋友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非常的清楚？一断，白棋如果吃的话，黑棋卡吃。这就形成了，如果你粘的话，白棋就黑棋就提掉；如果你提的话，然后一冲，
八七等于没出去这个头。对啊。嗯。所以说现在这个棋下这个棋非常少啊。今天当然这个定式一摆就很久，所以今天我给他的课题不是这个，是在这个时候啊，白棋下出这个拖、啊、这个拖见过吗？这是另一个定式、啊、嗯，这个定式我好像不太熟，不太下的啊。今天讲这个跳，嗯，然后白棋翻，如果顶一个话，咱们看是不是又还原了？嗯，就没有发挥出他拖的威力。所以说这个棋啊，白棋一定要搬，把这个木薯给拿住。哦。黑棋当然不能挡，挡的话怎么办？挡的话，白棋就打吃了。然后黑棋只有劫，然后呢？对，这就把相当于黑棋在这挡了一个。对。白棋就虎压一下。啊，白棋压一下，虎一个啊。虎这个。虎这个吧，哦、现在别虎老赵了、哦。这个头对这个地方有利，或者这一下，咱们看也没必要压，压五路。哦。这样的话。白棋好啊，嗯，是的。那你感觉黑棋有什么办法呢？黑棋应该搬这个吧。非常好啊，歪歪老师棋确实是感觉很好。这个我只有吃，没有办法。黑棋粘住，然后白棋只有粘这个、嗯、然后是跳这个。对啊、嗯、冲。嗯，这个定式，这个定式我相信亲戚朋友们应该也会经常见到，主要如高手非常非常多高手去选择这个定式。如果大家多清白谱的情况下，但是现在今天我告诉你们的，我给歪歪老师课题是不是这个段，不是这个跳，是这个段，是这个拐啊。嗯。拐一个，歪歪老师，你第一感它什么意思呢？这个应该是个骗局。这么有紧迫性。我觉得。好几题啊。对，既然它不是不常见的下法。我觉得可能这里面有诈，有诈啊。嗯，先说这招棋吧，你第一感是走什么？如果白棋应对的话，嗯，大家也可以跟着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你第一步会走到哪里？白棋啊，嗯，白棋，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吃回来，非常冷静的吃回啊。嗯，吃回的话，黑棋，咱比如说打一个，那我就不走了，脱险啊。嗯，这样的话。局部两分，歪歪老师一下就下出了正解。我觉得，因为我当时这步棋啊，有一个故事，是我当时在韩国训练的时候，嗯，最早是韩国棋手给我这么下的。哦。韩国院生，那个时候韩国还比较厉害，2007年的时候。嗯。然后我回中国定段赛就开始狂用，用了两三盘吧，都取得了骗到别人了。对对，都取得不错的效果。哦。因为这个棋啊，很多棋手第一感就是粘。嗯。他为了怎么说呢？如果你再退的话，它这个形状更高，而且白棋黑棋这个外面会有一定的毛病，靠断之类的，嗯，以后会有一定的弱点，嗯，但是这个时候黑棋有当仁不让的一手啊，黑棋对白棋打击非常大，走哪儿呢？黑棋这飞啊，这招棋可以所谓飞刀，非常厉害，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手，对，你怎么应对呢？我要是吃这个子，吃的话咱们看吧，白棋黑棋跳一个，这个棋跳到这儿啊，下一步棋很简单，这一立，嗯，白棋就全死了，就崩溃了，白棋肯定要挡了，对，然后黑棋再一场、嗯、咱们看这个全面封锁啊，哎呀，这些二路上都有一些子，以后对以后的围控要方便很多，嗯，是。那这个棋有没有想尖一个呢？这个棋应该最容易想到的，你今天走这儿我肯定要去反击啊，尖一个呀，黑棋怎么下、啊？黑棋，感觉吗？这个棋有没有？黑棋卡一个啊，嗯、然后白棋冲，这白棋怎么办呢？白棋如果挡，挡的话，黑就爬，爬一个白棋就完了，再爬。哦。然后白棋只有退，大家看一下，这棋一挡，黑这个气。如果算冲完粘肉吧，黑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嗯，白棋这个脚上顶多是四五七左右，嗯、所以说肯定是气差非常多，嗯、这样的话白棋脚就被吞噬掉了，所以说白棋这个尖暂时不成立啊。啊，这个冲也不成立，所以说这个棋就是上当受骗的棋。哦，这步棋就下错了。那还有一个。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你既然拐嘛，
我总是想把你分段，我尝出来。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太行，有点凶险吧？那你怎么你对付我呢？这个我断一根不就不行了吗？断，我走这儿。粘上吧。粘上啊，粘上的话，这个棋以后我还有一定借用。嗯。我可能现在就比如说出个头，这个地方你吃不吃我？你如果再加一个的话，效率或者再飞一个的话，这个地方白棋一飞以后还会有一些借用。哦。如果你加上的话，这两点也会舒服。嗯。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有没有更加有气魄的下法。有气魄。对。更加。怎么说呢？有大方的下法吧。嗯，把它加进去。对，这步棋啊，这步棋大家看一下，是一个封锁的急锁要点。它如果你冲的话，这边可以挡。哦，就不着急吃这两个。对，我不要这两个吃了。你这个地啊，你可以把我提掉了。嗯。提掉的话，我就粘上。但白棋就变成了一张大饼。大饼啊，黑棋封锁外面非常厚实。嗯。所以说，下成这样的话。白棋依然是白啊。嗯。我看聊天室有棋友说看不到啊什么的，希望能看到的棋友能不能互相转告一下，让大家从论坛的大赛直播室点进去看，也许就能看到了。嗯。好，那我们就继续吧，大家一定互相转告一下啊。嗯。所以说这个棋啊，歪歪老师第一步拐。是我们本题的正解啊，也是一个定式的完整版，像成这样。哦，这是个定式。非常好啊，第一个没考中你怎么办？那就继续吧，继续考。那第二个我出题吧。啊，好的。我给你出一个，我给你出个稍微难一点的啊，因为这个我算我输了，没有考到你，给你来一个，再收一把关子题，好吧？关子题。嗯。好。关子怎么样？官子应该还算不算太差，但是官子题一般来说都比较难。嗯，因为越到后半盘越能体现出它的细腻的地方，是吧？嗯，对。好了，那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也是一个今天给歪歪老师挑的都是一种实战的场景。嗯，就希望你们在实战中能够遇到下场，很实用的棋形。不是说大家在各种摆出来的棋形啊，这是都是有。根据的下到这儿的时候可以脱先、哦、这个定式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太熟悉不过了、啊、太熟悉了脱先定式啊、哦、已经几十年了大家一直不管高手都在脱、嗯、是然后黑棋靠白棋靠啊这步棋是定式以后有下法黑棋脱先白棋就要靠下去嗯对非常的大靠嗯然后挤黑棋粘住粘上那有没有问这怎么会关子题呢对啊是不是又要算目数吗啊不是要算如果算目数那么简单的话我就不会拿第二道题来考虑啊咱们大家看下成这样啊嗯现在如果该黑棋走的话不可能成为关子题所以说黑棋还是脱先啊白棋接着拐威胁到了脚上嗯当然这个脚上肯定是活棋但是对然后白棋黑棋接着脱先你既然活棋嘛肯定要选择脱先了、嗯来白棋搬粘好了这道题接下来才是我们真正进入主题的时候这道题感觉像关子吗还像死活像死活题我说让你去采访就是死活题是啊你叫超级难的死活题感觉、嗯、好好想一想吧老师你感觉对这个棋形的第一感在哪就是白先下怎么收官对你也可以想怎么杀能杀掉更好嗯，根据我的经验来说嘛，这种类似死活题的官子题，很有可能是在考我怎么下成双活。嗯，你的分析很到位啊。分析不好对付。这个感觉，白棋点一个这儿。点这儿啊。嗯。黑棋照单全收，挡下。尖。尖的话，我就挡上，不给你盘。啊，看错了！啊，歪老师一下就看见了，他这个棋我就一吃。啊，我以为这黑棋就死了。你是以为我不入气吧？对，这有一气没看到。那有个子的话，我一立，你成功变成双活。啊、嗯，那现在就没有子了。双活还是啊？对。所以点到这儿的话，这步棋可能不对哦。
这个嘛，非常非常常见啊！我在比赛中也遇到过这种骑行。是吗？对。我要是搬这个呢？搬这个呢？大家看一下啊，黑棋就虎。再点着。点，这个很像，很像杀棋的感觉。嗯。但我先保证我自己的眼。保证自己的眼。啊。我粘住。你粘上的话，我就一路一搬。哦、这个大家显而易见了，这个眼是已经破不掉了。如果立的话，我就一立。等一下，我立这个呢。好，你把我的要点给占了。嗯。那我这个时候有个好棋，我就拖一个。粘住。粘上我这个。对，我一团，很简单。那我这个官收的不错啊。这个你看，黑球紧不起。等我一会儿啊，黑棋，嗯。三个吧。哎，五目五目，我们可以五目啊，一二三四五，可以五目行，不是三目。嗯。白棋没有收到最好啊，因为你当时第一次赶上双活嘛。嗯，咱们接着还原。怎么样？不是，不知道棋迷朋友们有没有做出来？这个不是最佳的收束方法，那我就不知道了。好，接下来啊。嗯。大家看看这个点啊。一二路的一点，点这儿，跟歪歪老师这个秀一路之遥，嗯，是吧？那差的还是挺多的。可能当然这个棋，我可能七八目，这步棋可能就变成没有目了。啊，是吗？这棋变成没有目了。我尖这个的话，好，尖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白棋简单的去长的话，我现在很简单，黑棋一挡，这个也破不了，这两个点，我这两个子依然是动不了，嗯，肯定是不行的，嗯。所以这个时候白棋有个妙手啊，去拖一个，你看一看，我把你的要点给占了，粘住，然后这一倒虎，这步棋是非常的妙。这个好像是打劫吗？嗯，你只有立对吧？嗯。扩大眼位，如果你立这儿的话，被我一扳，咱们看吃我就粘上了。对。这个就典型的吃丁四嘛。对。对吧？所以说你只能立。然后我再搬一个，这样的话你给粘，你粘一个正常。粘啊。你粘或者吃都行，反正这样的话就是形成打劫了。啊、哦。这肯定是黑棋比较失败的下法，关子提关子提，怎么被杀了的？嗯，是。所以这个尖也不对啊。哦。黑棋不应该走这个，嗯、那就立嘛。立一个，立一个白棋搬。黑棋虎。然后白棋加一兵啊，大家看一下，这么漂亮。然后下面立，粘吧。然后一接，啊，走成了双火。不光双火，还是什么？先手双火。先手双火，对黑棋打击实在太大了。是的，可以瞬间六七目棋就变就没有了。嗯。这而在关子阶段非常可能要哭出来了。是。一个天目。哼。一目棋都没有。一目棋都没有，因为黑棋一目，白棋一目。嗯。嗯，那这个地方黑棋还有一个强手啊，我希望也给青哥讲细一点。这个地方黑棋有一个团的强手啊，团这个对，虽然长得有点丑，长得也太丑了，对，长得不行啊，但有一定的迷惑性，好像还挺好的。你这变成死活题了，这个我多一步棋变成死活题了啊。白棋翻一个嘛，翻我就虎。然后等一下，我刚才看出来了，好像，嗯，不对吗？你怎么杀我？我跳。你吃一个。不对，哎。你吃我一猴。是啊，我刚才看的是怎么走的来着？可能有点晕哈。我想让它下成这样。走着。对，然后。拿什么一粘，我一扭，一翻过是吧？哎，对。站好，站好，到这边。已经开始做梦了，对，我肯定是不会这么傻的去填自己的气血。那怎么能下成那样的效果呢？所以先这个，这步棋再想一想。哦，那个。这步棋再想一想，这个时候啊，你们看一下。嗯。这个你可能会进行一些误解，这种题你想办法利用黑棋的气节。现在吧。我操，一点就通啊！先让他再撞一气，因为黑棋是两气，走完之后就变成就没气了。然后再爬。爬的话我一挡。
你好好看一看，马上很接近了啊，这样一做出来你一定会成长，很接近。爬很接近的地方在哪呢？爬很接近的地方，对，那就是这儿了。对啊，因为断不下是吧？原来这个挨着镜子叫接近，我终于知道了。人家都是比如说次序错了一个叫接近，我这挨着近接近。是，断了好像不太行。你断一吃吗？因为这儿是吃着的。对，嗯，所以说这一拖啊，大家看一下，只能粘上，因为走这儿把被一吃就死掉了，只能粘上。拿白棋一粘，像这样的棋形，黑棋可能有两个选择，第一种是搬，那应该能看出来，搬就死了。这个气太紧了，不入气啊，对，不入气，所以说黑棋那走账了。嗯，搬我一搬，对，然后提，粘对啊，走什么都死了，挡一挡，对，黑棋不入气啊，嗯。这就变成死活题了。嗯，所以说这个题啊，给歪歪老师上这一季，我也想了很久。到告诉他什么题呢？怎么样他就是在收官过程中有可能把对方棋收死？哦，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是，收着收官，对方死一块，就赢了。不过反过来，如果收官的时候自己的棋被对方给收死了，也将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如果碰到这一点的时候，还是很危险的啊。嗯，是。所以黑棋最好下法是煎这个。嗯。啊、哦，先这个白棋只有搬过，嗯，黑棋怎么活棋的话只有力，嗯，对，然后白棋接上，这个因为被扑了一吃就完了，黑棋补一个，两目棋，刚才是五目对吧？刚才最早是五，最早是五目，现在变成两目，力是一目没有，对，先这个，便宜了，但力的话这地方拐会差一、啊、差一棋，这样的话也一样嘛，对，这样的话目数最好，黑棋目数最好。哦，怎么样这个题？这道题还是有点难度，有点难度吧？嗯，啊，因为我跟我们很多学生都会出道题，因为非常常见。嗯，是。所以希望他们也能最后很快的能占点便宜，特别关键的基本功，这就是。哦，对，是。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你挑吧。嗯，还有什么题啊？还有守金题跟死活题。嗯，先来死活题吧。好的，死活默默是每次都考你死活呀。也不长，以前老考，后来我死活还可以，后来就不考了。你找了你个强项。好，这道题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道题。嗯。现在棋迷朋友能看到吗？棋迷朋友们，嗯，应该感觉大部分能看到。嗯。哎，王老师，你最近在忙是、忙些什么呀？我最近带孩子比赛去了，带孩子玩比赛去了。带孩子？你都有孩子？我没这么。没年龄没这么大，没不到那个年龄吧、哦？感觉好像确实没这么大。啊，我的十个孩子是我们的学生。哦。带他们去参加那个江西的封城杯，昨天刚回来。啊、哦，封城杯。最近咱们也一直没见面啊。对对对，好久不见了。对，也一直忙于到场的事情。嗯，封城杯还是挺厉害的。对，规格很高的比赛，嗯、水平很强。嗯。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吧。嗯、这道题，白棋当然。啊、哦。白先杀黑吗？净杀啊！净杀。如果刚才打劫的话，可能方法很多。这道题看起来不是很容易。嗯、如果我吃这个，吃比较容易想到吧？黑棋。这个肯定不是正解。这个。对。死活题如果这么容易正解的话，然后咱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尖。这个小尖。嗯。你就点对，嗯，然后再一挤，这时候挤，对，我如果挡的话，这个棋咱们看一下也是打劫，但这个劫，然后小尖，这棋什么劫？王老师，这个是缓一气，对，对白棋有利的话，白棋有利，对，所以黑棋这么下的话，有可能亏一手棋，嗯，所以说黑棋要单挤。单棋这个、嗯、那白棋就走这个肯定不行，对，不入气，
我利用脚踏板一个特殊性啊。那我只能走这个。然后再立，这就很简单。这个题业余棋手经常犯大忌啊，黑方的大忌，意识到了。意识到了。提一个我一挤，等于是你没劫残了，相当于。白亏你没劫残。对。这是随手棋啊，这种以后我知道，咱们都你也是好多职业棋手培养出来的，是尽量能够少一点啊。嗯。所以这个棋要单盘，非常容易出错啊。嗯，对。然后可以走这个地方。这是标准的锦旗节。标准的锦旗节。嗯。现在这样的话，就失败了，没有达到进杀的效果。是，对。嗯，所以说不对啊，但歪老师一上来就也知道不对。我只是试一下。嗯，让棋友们也看清楚嘛，是不是？这道题，这第一步是非常创造力、非常想象力的，非常有想象力的一步，那就是得有多么的天马。因为这个棋啊，你肯定不能被我冲，不能被冲啊。对，那我粘上。啊，粘上的话，我挡上。好像跟刚才比较像，差不多。你还是必须粘我一尖的，我一尖了，你一点我一扳，这棋依然打不进。啊，一样的。对，所以说还是不对，我只能讲不被你冲啊。不被我冲，不被冲。一定要防被冲。防被冲。嗯。那只有这个是防被冲。非常好啊，这个力是力。非常好的一步棋，这个硬腿啊，那我现在挡上了，挡上了，粘住呢？粘上，我看一眼啊，我小尖，点，我走，这肯定要走这个，让我搬，赖皮，我赖皮啊，这太赖了，其实还好。我就挤一个啊，等于就缓了，缓个一气两气。等等，一气，我打胜必须要提嘛，我一粘，给吃吃，这个假的啊，人家缓一气劫啊，嗯，这样也不行啊，啊，这也不行，啊，我知道了，什么？那就是不能让搬到这个吗？对，这样就非常有意思啊，两力定乾坤，确实，这样的话黑棋没有赖皮的机会了，嗯。就完掉，死掉了。咱们看一下，这个得粘，如果粘上的话，被粘，嗯，黑棋如何长棋？长不了了。好像以我的能力，这棋肯定长。确实因为挡我就粘上，无能为力啊。嗯，里面是标准的三口气。对，白棋一二三四，嗯，这样快一起吃啊。对，这道题就是两个力非常妙，我觉得，特别是这步力。防止他赖皮劫的机会，是很多棋迷就怕赖皮劫，对啊，一打劫就懵，对、啊、臭棋怕打劫。所以说这道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嗯，对，嗯，好了，咱们接着继续下个来一个手筋题吧。好，嗯，这道题是我们一个两位学生下出来的。哦，学生下出来的、啊、我在复盘的过程中，嗯，意外地发现你妙手，就是他们没下出来，对，他们很遗憾没有下出来。哦，然后被我狠狠地说了一个、哦、这么妙手没看出来也是挺正常的呀、啊、因为他们每天做死活题很多。哦，所以说我们对他要求也比较高一点。对，要求确实很高、嗯、那王老师，你们的学生都是什么实力？我们的学生大概从一乘七长训的，就是每天跟我们一起在一起训练的，大概一乘七到一乘强九。哦，啊，有些还是很强。对，有些我们都是分线学家，啊、哦，非常厉害，各黄河杯啊、晚报杯都拿过前几名的。哦，非常厉害。那确实，对，真是相当厉害。那最入门级的有吗？入门级的就是北京的很多学生，嗯，北京很多学生大概都是一乘三到一乘，不是一乘三。北京三段到北京五段啊、哦、北京的段位赛的三段到五段，我觉得都没有你厉害。哎呀，这个北京的五段歪老师肯定去很轻松。那北京的段位确实还是挺水的啊，反正
怎么说呢，每个地方不太一样，北京可能偏容易打一些啊。哦，是吗？嗯，那他们一般的北京的五段相当于一城的六段左右，打到六段七段的话，肯定我觉得是打上去肯定是没有问题，六段的话可能有点运气哦，是这样的。所以歪老师你先去打二段。不行，不允许。不允许，反正歪老师一说七段非常强的，我们很多学生来的话，新学生嘛来的话，我就不会问他多少段，嗯，我可能问他一成几段。如果他在网上的话，因为一成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考核标准，对，比较好衡量，也我们也会更了解。哦，他大概一般来的如果三段的话，嗯，他一成都是二段，哦，二段三段都不错了已经啊。所以说你这个从四段到七段这个过程用了，算一下七个月吧，差不多七八个月，七个月左右，再加上各个节。一去掉，对不对？各个节日去掉，半年一个月。所以说吧，还是我们老师教的好。YY 那个也是理解能力非常强啊。这个题就大家看一下啊。嗯。先是这样的，可以脱先了。我摆出最后的形状，走这个。啊，这个地方摆棋就走后了。最后是一个大概是这样的棋形。嗯、这样棋大家显而易见啊，肯定要在这个地方要给黑棋一些惩罚。啊，就后外面白棋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他们实战下得非常轻松啊，令我震惊。冲挡几？不如你，跟你差不多。先冲一个，走这个挖一个。啊。挖一个，黑棋当然不能吃，黑棋粘上，然后一粘，其实跟你冲的几差不了太多。嗯。然后走这个再没几，他们当然没几，以后保留这个，这样的话黑棋的目数非常非常大。没有说，我估计也差不多下成这样。对，下棋的时候可能对这些手段有些不太敏锐。对，嗯，所以说这做死活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处处发现对方的弱点，啊，锻炼良好的棋感。那这个敢问王老师发现的妙手在哪儿啊？王老师也简单，因为妙手是很容易想到，我告诉你妙手就很容易了。请告诉我是妙手了。那确实已经肯定就不是冲啊靠啊之类的。嗯，那就是这种棋。感觉这里面是有味道的吧？但黑棋子也很多啊。点这个吗？嗯，点这个我粘上。我也不知道啊，这里面是什么棋呢？损木，来者全输。没有棋，这一下。就亏了不知道五目棋啊，差不多五目棋就没了、哦、很心疼的。那走哪？行，你就这第一步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哦、感觉很好啊，先点一下，先试试应手啊、哦、我无意中看到棋友说二路拖，二路拖是这个吗？看起来还是其实朋友们都什么水平啊、嗯、太强了吧，太强了啊。拖这个啊是非常妙的一手棋。这个棋那我如果搬呢？搬呀、啊、对，你来我还是收啊。搬我就你简单的退是不行，局部不可能活。挤一个嗯，我这个棋我很麻啊，我粘上吧，先选择粘一边。粘上的话我就护、嗯。嗯，然后我没办法，我就破眼。嗯，这我。然后我抽。是不断死了，黑棋气够吗？黑棋不够啊、嗯，走这个就被挡，就三气啊。对。力我就粘上。白棋脚上气非常长。对，白棋有眼。这样的话不太行啊。嗯。棋可能都很厉害，拖这个。那我如果搬了，哎，等一下，拖这个我挤黑棋，如果从这打吃呢？啊，打吃我咱们看一下，我一吃，黑棋提掉，我上面再吃一下，粘住，那我一拐，啊，利用这边挖一个，对我利用挖长一气，你咱们看一下搬，然后就立一个，然后走这儿就挖一个，你吃是吧？嗯，那我一立，嗯，一个金鸡独立、嗯、这个棋你断了好就一般过。对，简明不入气是吧？是，嗯，
这个成功这四个字啊，在布局阶段有可能就是奇金，是在中盘阶段，对，哎，这个走完，咱们看把这几个的吃了，这两个字在干什么？就飘起来了，就飘起来了。当然，这个奇后面有几个字，嗯，但也是有用的字，嗯。所以说，奇金死了肯定是不行的，嗯。官子的话也非常非常好，木水差了，对。然后就是我就是拖的时候很紧，拖的时候再想想办法。我搬里面，搬里面，黑棋搬里面，那就断了。断一个，反应很快啊！等我吃完就吃死了，我吃这个就还原。对，嗯，这样的话也是不行，没办法。嗯，所以这个题正解就点个拖啊。就是正解。对，在我们棋迷朋友帮助下，成功答对。谢谢大家。还有个小疑惑的地方，我给大家解决一下。如果黑棋冲这个，你怎么办？挤。挤，然后我一加，这个是收气的妙手。嗯。最后再考你一下。你走这儿，我渡过吗？那我粘上呢？挖不到吗？哦。少个子，怎么少摆少个子呢？真是我家怎么办？要把我拿走？先爬吗？先爬，我还是粘上。先爬我还是粘。你这棋你没有办法去不粘这个。对。对吧？嗯。那这个棋断这个。没错断的话。没错没错。我一拐。后来老师很自信，这个棋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手段，加一个，就是这个也属于一道题。哎，我嗨，老师呢？老师呢？没睡好，怎么回事？嗯，所以在这你还要再前面想办法。这个时候被我加到这儿的话，不行了是吧？那就这一步棋吗？棋友们，棋友们帮帮好吧，万能的棋友们。嗯，那就是前面肯定能看见，既然看见那个拖了，第一步只有粘嘛，这步棋我觉得粘是没什么必要的去想，这因为被一吃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黑棋只有渡过。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次序上的一些变化？次序上的变化，对，粘了补，粘了扑，嗯。扑，那不占啊，不占也可以，不占也可以啊，可以。我也赢了，我以为粘死了，发现被你一断啊。对，气不够。对，我只有提。提，然后。扑完一下，接着。哎，我刚才是怎么下来的？刚才走了一个什么次序？新朋友是的时候又扑。扑了以后呢？挖，挖是吧？嗯，挖这个我是拐呢，我拐一个，拐一个，怎么突然觉得自己的没自己也没气了，视力不太好，眼睛很模糊，扑连续扑是打劫哦，对，非常厉害啊，这连续一扑黑棋就可能死，嗯，看到一句很伤心很伤心，说这也要想吗？好吧，是。尤其是歪歪老师出错了，这还是有点晕的，这个题可能被一串考。嗯，这打劫。对，这一个挺重的劫。黑棋打完就死掉了，所以说我在任何情况下，我觉得都要保持对对方的一些冲击的一些想法。嗯，对。不管说他这有多少个子还好，或者以后他有多大的空也好，我们都要去想办法去，嗯，折磨他一下，可以说是，嗯，哪怕没有棋，让他心里慌一下。嗯，对。王老师属于什么棋吗？我属于挺爱实力吗？不吧，现在是相对于以前来讲比较喜欢实力，以前特别喜欢杀，喜欢吃。女汉子棋是吧？嗯，以前是。现在变温柔了。对对对，是这样。那好，这道题还有什么疑问吗？嗯，没有了。没有了哈。嗯，好，接下来咱们做了四道题了吧？嗯。嗯，最后给 YY 老师带来一个
打入之后的一些下巴啊。啊，好，也是实战的场景。轻微。嗯。咱们先把基本图摆出来啊。这是一盘棋。嗯，手一个。嗯。这个棋在现在来说比较少见，二连星，黑棋二连星非常少见。对。但不光二连星可以下啊，这个是很多时候这种形状是非常常见的。嗯，对，这个定型我以前也经常下。嗯，现在因为觉得黑棋贴目贴的太多，而且主要是布局阶段，大家都想把速度下起来。嗯，这个布局的话，黑棋本来是黑棋的子。然后黑棋又在这个地方落了一个后手，局限。嗯，对，现在来说下了这个棋比较少，嗯，高手更不愿意去选择。嗯，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光看这个局部，大家千万不要看这一点啊。嗯，这个局部白棋哪个棋非常想下？当然是这个了。敲啊，黑棋当然靠左，不能去这种忍了，这种再忍的话，本来就不大，没有脚的空幅又不大，再忍太委屈了。嗯，所以黑棋只能去反击。反击，那白棋就，嗯，这时候应该不能挖吧？对啊，挖的话，这个挖大家一定要看征子。白棋打吃底下，然后吃一个，嗯，这样吧，这个子就发挥出自己的效率，嗯，效率了。所以说，暂时不能挖，不能挖就没有办法，只有尝，对吧？尝一个，拿黑棋粘。爬，然后搬一个。白棋搬。白棋啊，搬一个也是一种定型。嗯。搬一个把黑棋顶，让白棋打出来。这个见过吗？见过吧。糊一个。嗯。然后搬一个。这时候怎么了？这时候不敢走，我也不知道，嗯，走哪儿。这种问题，这种问题考一下啊，这种问题吧，真的不敢轻易回答。你说它容易吗？很容易犯错。看起来不像挡。嗯。走哪了？怎么办呢？就挡呗。嗯，挡的话，这个眼型被扇，嗯，然后一跳，是，你就粘上，好吧？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打劫的棋啊？白棋这是跳的，对不对？对啊，非常好。这个棋必须要跳啊，很多就很多棋啊都会去随手挡住，是一般一挡一打再说。这是我的业余棋手，比较容易的犯的失，嗯，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搬的时候就跳，然后走这个，然后这个棋就粘上了，像是这样。这样的话，白棋把黑棋实力，黑棋把外势走了，抢到一个先手，嗯，应该是两分，嗯。但白棋这个时候啊，这个顶也是一种选择，有没有见过呢？嗯，见过吧。这个时候应该是加过吧。这个，对啊。嗯。加过，我立呢？断。我如果拐。哎，对对。对的。这样我就坏了。嗯。我搬的话，你就粘上一档。对。是的啊。嗯。不能立啊，骗一下就。所以这个时候啊。今天给歪歪老师带来这个棋，这是什么棋？比较晕的一手，看看。哦，这个棋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有点不好对付，这个要挡住几个白棋，好像崩溃了。对，瞬间崩盘。天啊，这不好对付。对啊，你走这个就被一双打，嗯，是不是感觉到厉害了？那白棋肯定要搬上面。粘上面的话，黑棋咱们看一下，粘上。粘上，对。你就读过。那我一冲，我要继续惩罚，或者我就单断才行。单断你就粘。对。那我一冲。哦，这已经封不住了。对，蒸死我，不是我把你蒸死了。嗯。而且这个地方以后再一断，更有味道。是。嗯，白棋依然不行。天啊，这个靠我从来没见过。怎么样？今天给你带来的东西，你感觉实用吗？太实用了。是不是可能？希望我今天对手没有来看，但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这白棋怎么下？白棋，落力啊！当然，咱们大家看挡不行，
然后反击也不行。对，力。我忍一步。力有冲吗？冲过来之后挡上吗？挡我再挤一个什么？行不行？这个次序很重要啊！这个时候黑棋容不得半点闪失。嗯。如果黑棋就大概如果挤掉的话，这棋被吃。你打吃提提。各种响。嗯。被鞭炮一样的，估计就噼里啪啦就被提掉了。对，那我就等一下。等一下啊，这个断慢一下。断哪边？断这个啊。然后我再打，再吃一个。打吃哈。对，然后我就提掉。啊，接下来、这时候再对，接下来在一起就非常漂亮。这个棋，白棋走这儿被吃掉，黑棋崩溃。嗯，这样的话白棋可能就两边无法兼顾，只能去可能是转换，但转换的话这个棋就损得已经是不得了。对，里和外的交换。对，那这说了半天，白棋是怎么走都不行啊。是啊，这个棋是非常容易占得便宜的。哦。下次我一定要做这个一定要试一试啊。嗯，白棋走对了这种棋黑棋也不亏啊。对，这就是飞刀跟骗招的差异。骗招就是、骗招就是你走对了我亏了。对对对，如果对方走对了你可能就亏了。飞刀就是他即使走对了我们依然可以下。哦，无风险，无风险啊。这样棋想想看，忍了半天不行，下棋有一个书叫契合。契合什么意思？就是走不好的地方，你让我走不好，我也让你走不好。啊！你既然不让我去围这个空、嗯，那我就把你这个吃掉。嗯。我也不给你。那我就冲下去吧。冲下我就长。那可能不能现在冲。先有个顺序。立一个吧。立的话我也长。你这局不怎么摆了。等一下，今天我可能顺序不太好。大吃。那我粘上。然后就再冲下去。然后这个棋白棋必须要冲啊，如果被黑棋粘上的话、嗯、太厚了，黑棋管，然后吃一个，也不能被管住，然后我就围一围、嗯、对，你就围一个，然后就搬一下，对，好了，像这样告一段落。这个棋可以考虑啊，走大一点、可以考虑啊。现在白棋就该下什么下什么、这个局部就算了、就是、结束了，两分的局面。你没有发现一个道理？各种棋都是以冲着先手，对不对？哦，所以下棋阶段一定要先手很重要，先手非常重要。嗯，这棋虽然黑棋把这个冲死了啊，但白棋成功把这个头打出来，底下又扳到一下，又得了个先手，白棋也是可以接受的。嗯嗯，这种思路还是挺灵活的。对，我需要好好消化一下。嗯，需要对局中嘛，反正多下几盘就可以了。嗯 嗯, 嗯，好，哎呀。怎么样感觉今天学的东西有点多，回去得好好再摆一摆，复习一下、嗯、那个王老师那张纸一会儿留给我。好的好的。好，那我就来说我是不是该下棋了。 好，今天我跟大家你对一个高三的、对，是一个高三的同学，因为他今天下午跟我说他马上要高考了，希望能在高考之前跟我下一盘棋，也算给他高考加个油。嗯，然后这种事儿我当然很愿意干啊。对，我希望反正在高考压力那么大的时候，希望围棋能给带来解压的一种效果。对对对，是这样的。不过他是刚刚从7D降到了6D、嗯、所以按照议程的规则，我今天跟他下升降级，要让一先。让一先好，那不好下呀。嗯，是不好下一个。对，其实他能升上七级就没有七级实力。对对，而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也降下去，也说不准，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吧，期待我能下得好一点。好，那你去吧，白老师。行，我给你在这儿默默的加油。好，默默的在这边黑我吧。好的。好，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对局现场。我用的是那个无情的帆船的 ID， 请朋友们看一下。好，有人刷屏啊，一刷好多，什么都看不到了。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围棋 TV 嘛，
也是第一次录这个节目，然后反正都是各种第一次，希望哪里有讲的不好的地方，亲戚朋友们多多包涵。我爱老师上线了吧？还没有。我跟王晨星好朋友啊，就因为名字很像，大家好多人都以为我俩是那个兄妹呢。YY 春友这个节目非常有魅力啊，我也让很多的学生也去关注这个，反正就是跟 YY 老师去比，看你们谁升得快。有亲密朋友我，反正多谢亲密朋友的夸奖吧。YY 老师开始已经对局开始了，咱们先进入对局室看一看。是白棋啊，白棋下了个象小目，黑棋这个大飞手脚，现在比较流行是小飞手脚。包括这次我去比赛现场，很多冲钻少年下的都是这个，然后白棋挂了飞，黑棋夹击，这个棋非常流行啊，最近白棋拆边，黑棋飞一个。当然这个大飞手脚也是流行过一段时间。这个棋大飞手脚的好处是什么呢？把这个脚以后要可能要撑起来，围起来是吧，效率会更高。但它的劣势也是以后比如这种拖啊，以后这种逼住，以后这个脚上的味道，比如说你逼我然后我一拖，这种味道要差很多啊。很快他们进行很快，我就先不啰嗦了。走这个大飞，这也非常常见。我猜 YY 老师拖啊，猜对了。看一下。拖一个，黑棋选择顶，如果选择扳住的话，这个下法比较常见，然后黑棋再挂脚，白棋再拖，现在这样是最常见的一个下法。个人感觉啊，白棋捞了也比较舒服，抢了个又且抢了个先手，再把这个脚点了，失控很多啊。黑棋扳，白棋搬砖，又抢了个先手，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拆拆边之类的，这样的话白棋速度很快，黑棋所以说实战没有选择这个下法，黑棋选择了顶一个，顶一个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右上有一定的自己的势力，猜过来。这是什么情况？我怎么调到那个呀？刷新啊，刷新一下啊。下手是这个布局，这个布局的话黑棋一看是有套路的，歪老师很快下到拖，这个地方白棋其实也可以考虑先打入，因为黑棋这个地方毕竟不是那么完整，然后走这儿的话然后靠出来，这也是一种下法，然后黑棋选择挖，然后白棋打吃，接上黑棋跳，白棋跟着跳，这样也是一种下法。实战没有走，当然也不错，这个拖也是可以的。
脱落黑棋肯定面临着选择，第一种选择要实地还是 要外室。咱们看一下，如果要实地只能搬里面，白棋长黑棋立下来。我不知道 YY 老师这个时候怎么想的，如果他拐的话走这儿，黑棋比如说尖飞一个，白棋怎么补一个，要把这个糊住。下这样的话，我个人比较支持黑棋，感觉脚上空也不小，然后左边的上面实地也成功的围住了，白棋也没什么目，感觉黑棋这样是不错的。是断线了吗？好像是断线了。重新进一下，不好意思啊，网不太好。还登不上去啊。嗯，很慢很慢很慢。断开，换个服务器试试吧。啊，换成北方会快一点。啊，亲朋友给我没有看到那个聊天，很多亲朋友都说要换北方啊，现在进来了。啊，跟我实在预想的一模一样啊，是，都下成了这样子。这样的话，我觉得 YY 老师准备跟他玩持久战了。手脚对，跟我感觉一样，下得非常好。接下来，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黑棋的方向在哪里？那个魔教布衣不是我没有，不是这个号，我一般就有这个号下棋，不过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下了。这时候我觉得黑棋爬一个也是一步很大的棋，这步棋就是看似啊，看似不大，因为不。棋往二路上走，但是这个棋爬到这儿的时候，不光目数有一定好处，而且把白棋的最重要的眼形给破坏掉。白如果尖，黑棋再飞，顺势的去攻击白棋，然后把上面的空更加顽固。如果跳的话，这几个交换，我相信肯定是喜欢黑棋的多一点。不管把目捞了，把自己加厚了，这个非常重要。下棋的时候，想办法自己下的厚一点。哦，碰上来了，碰过来也是非常有想法的一手棋啊。我爱老师为什么不搬呢？我爱老师为什么不搬这个呢？这个棋总是想搬起来然后立下来啊。虽说这样的话黑棋能拆的也很舒服，但是白棋非常厚实，以后比如说这个地方一拆，这个地方实控已经几乎变成实地了，黑棋已经很难破掉了。嗯，我觉得 YY 老师应该搬起来。不过实战一个退也非常能忍啊，也是不错的。再打入黑棋，这步棋有点问题。黑这步棋要我下的话，我肯定会选择在这一单。这样的话以后如果你搬起来的话，我就搬一搬，打一打提掉，然后围起来控也比较方便。毕竟这个子的话，如果像实战这样的话，拆到这儿被一逼，这两个子是不便宜的，相当于这样，大家看一下，相当于这样的时候，黑棋拆边，白棋这个逼绝对是一步好棋，最大的一手，然后黑棋再碰，这两步棋交换绝对没有便宜的道理，因为这个地方
以后有打入不说了，而且这种震也是非常好的潜销手段，如果你跟着飞的话，然后再靠下来。所以说黑棋这个局部的构思啊，我还是有一点的疑问。走到这儿的话，这个棋形啊非常不好，跟这个大飞手脚感觉不是很对称啊。看打进来，黑棋点了靠啊，黑棋是为了这个啊，这手棋我觉得如果黑白棋比如说就尝一下，黑棋压吧，然后白棋跳起来呢，我们对围这地方被飞一下非常痛苦，你走这个地方，这个对围黑棋绝对是吃不消啊，这种棋控围起来非常尴尬，围住也很小，但何况这个地方还有很多漏风的地方，白棋这个脚飞太大了，所以说黑棋这个构思现在的布局阶段出现了一些问题。王岩老师下的很好啊，就单长了一个，黑棋只有压，这个棋竟然选择了，没有办法，只有压住。黑棋怎么办呢？莫非黑棋要选择这样的手段？有没有这样的手段？先靠一个啊，还是选择压住了？还是选择压住的话，这个地方 YY 就跳起来，黑棋很难啊。我觉得黑棋可能要选择靠住，寻求一些定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黑棋是不是这种靠可以成立啊？如果成立的话，非常好，把白棋压扁，扩张自己。压住歪接着顶恨木啊，他顶完要再搬，如果退的话就算了，如果挡住的话他要再搬，把黑棋的脚再一次蚕食他，如果搬的话我就吃住，这样的话大家看一下，黑棋的脚现在变成白棋的脚，中间还不知道什么情况了。请问你要围中间的时候一定要顺势去围，如果这样去硬生生自己去围的话，对方是不会怕的，因为每一步棋你可能围中间需要很多手棋，可能围个三十目棋，但对方拆开边破破脚，可能这些目数都回来了，很难办。现在不知道他会退还会挡，我来下来很贪啊，如果退的话咱们看一下，还是一跳，他这两个交换更便宜了，黑棋绝对没有心情再跟白棋对围了。对方断线了，已经断线2分多钟了，赶快上来吧。现在我们看一看，上来了已经。王老师，我用孟孟号上的话，孟孟万一下棋怎么办？所以用了自己的号，还把他砍韩国人。发现砍的时候发现我怎么在讲棋呢？他就不好意思进来了，那我今天就白来了。靠一个黑棋下手，这步棋啊，这手棋啊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手，他是不是看了我讲啊？但是他现在这个棋必须得挡一手啊，这个棋怎么能被拐出来呢？如果被拐出来的话，这个棋差不多快结束了，烂了，或者黑棋白棋搬一个也可以。我就歪搬了一个，搬了吗？挡了一下啊，不好意思，我这上面出现了，挡了，不好意思啊。
没有摆到。现在长。这个棋如果搬起来的话，白棋黑棋长一个，长的话就挡住。这个地方咱们看一下，马上有断。如果不补的话，比如说白棋往中间削一削之类的，然后黑棋这一断，白棋就前功尽弃了。那两个字吃的话就一粒，这就简明不行。老白长了一个，长的话黑棋粘上，敢不敢往里面爬？现在我觉得一定要往里面前进了。如果这么下的话，被拐住，黑棋还是可以接受的。上面很多地方都是先手，爬进去。爬了吗？爬了。走这个地方再搬，刚才刚讲过嘛，跟这形状也不太一样，很像。如果走这个就搬起来了，再断我就打吃贴住这个，或者长一个。这个气肯定是黑气不够了，所以黑气搬上面的话，白气就退一个，空很多。到现在为止，黑气除了配合靠点了靠配合不太好以外，其他下来还都是不错的。 YY 也没有什么明显大的失误，发挥比较正常吧。你们觉得 YY 是什么棋风？我看了几盘棋，我觉得 YY 还是挺喜欢实地的。然后棋我觉得下的对后势这方面利用，我觉得还是要差一点，不知道怎么会利用后势。啊，这步棋，哇，很猛啊！刚才说他喜欢时空，他马上就听见了，直接给我断上去了。这能行吗？断一个。黑棋第一感啊，我的第一感是立个。白棋如果长的话，黑棋这个打，白棋只有长，黑棋顺势这样冲出来，这是黑这样的话，你如果拐我就跳一跳，非常乱啊。但可能歪歪也不怕，再走一走。这黑棋两边也没有走好啊。那看来这步棋还是很凶猛的。肉搏型，说 YY 是肉搏型棋风，看来大家对 YY 还是关注比较多。啊，没有棋风，太黑了。我是那个河南洛阳人，啊，我们那儿比较生产职业棋手，也是围棋之乡，对围棋的普及非常好，所有的学校都有围棋课堂。我们那边出了很多职业手，十月，然后马啸斌，然后汪建红老师，然后非常非常多啊，汪涛之类的，很多当打的棋手。暴力实地型，乱冲实地型女棋手。大家本来猜我是哪的人呢？黑棋立，果真立了一个啊！加白棋长帅，跟我们的预想图是一样的。看看黑棋会不会走出打了冲出来了？哦，对，周鹤阳对，也是洛阳的。你谢谢棋迷朋友说，有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洛阳百段城，我记得我是135段吧，因为我是三段嘛。我到场在那个北京，我跟丁烈猫哥，我们两个人中国合伙人，我们两个一起做了一个围棋到场，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职业棋手在北京也是第一个这样的到场。
也希望能培养出一些国家的后备人才吧。中，我河南话说的不是很好，不知道有河南的亲民们，有河南亲民的话可别笑话啊。嗯，比赛的话也会参加，但是会选择性的参加，因为最重要的还是去教学这一块。我现在马上就参加了孟百合嘛，孟百合有一个比赛，然后对那个朴成华，然后希望能够阻拦他一下，阻拦他之后再对廖庆文，廖庆文输了就输了。去年我是孟百合对那个崔明勋，然后在大优的情况下输了半目，然后第二天崔明勋就对那个谭笑嘛，然后谭笑就被崔明勋赢了，然后我就想，实在是太怪我了，如果那盘棋能赢下来的话，也是非常有机会赢的，出了很多问题，最后自己没有把握住，输了半目，然后最后谭笑也被斩了，所以说怪我。对，于佳音在道场20多名吧，差不多十几名，20多名左右。嗯，我把长了一个，我看一下，咱们先看棋。好，黑棋压住了啊，这个棋，黑棋能行吗？把白长一个，他搬，然后找这个啊，一挡，这叫死啊。这个棋能，黑棋计算是不是有问题啊？搬粘的话，我就随便走就死呀，这棋。你就搬一个就可以了，冲了，哎呀，不好意思，冲了搬一个。你这个地方，我一做眼，我有眼的话，这个棋你是不可能弃够的。嗯，黑棋肯定计算失误了。如果这个地方再死掉的话，这个棋快结束了，白没有地方可拼了，已经太厚了，白棋。啊，十几二十名吧，他们水平都差不太多啊。好的，以后争取吧，只要歪歪老师觉得我给他讲的东西有用，我争取经常会来做客的。黑弃子的话，这个棋没得到什么呀，弃子的话一定要得到很多便宜，但这个棋明显是一无所获，可以说是上面走了一层皮，右边又有一层皮，两个皮在一块儿，痛苦啊。现在肯定黑棋长好了，歪歪是不是心里暗自得意中了？哇，又是怎么回事？啊，有三十岁的青年想来我们道场的话，那就是可以观摩一下啊，我们也会给你们安排小朋友下一下，但是我们道场的话一般只收15岁左右的。嗯，今天给歪歪主要带来那个几个棋形啊，也是平时跟他们小朋友经常讲的，然后是比较实用的一些东西，我希望对你们棋迷朋友们能够有所意见，有所提高吧，然后经常能用一用。我觉得如果想进步的话，就是把高手的东西或者好，你认为觉得好的东西，然后去给多下一下，想办法在实战中找到一些自己的问题，然后慢慢的再通过自己的对棋的一些理解啊，慢慢的高手的一些指导，然后去慢慢的消化，我觉得这样的话会长进比较快的。嗯，咱们这亲戚朋友认识我们道场很多朋友啊，一个张梦瑶小朋友也是我们道场非常厉害的一个小女孩，年龄非常小啊，很了解，是不是北京的？可以搬，你们白棋就挡上吗？
投一个没有用啊，歪歪找点一个啊啊，大吃啊，非常狠啊，这盘棋，展示他女汉子的一面。看看他，正常来讲这个棋，我的第一感啊，算了算了，仁慈一点啊，就点一个，不要给他太多的借用。他走完走，这黑棋就四棋，白棋随意了，再搬粘你都可以啊。歪歪直接搬粘这儿，可能是更狠的下法。黑棋还是要危险啊，越来越危险啊，真替黑棋担心。嗯，就粘上，没有关系啊，打一下，打一下这棋没必要。嗯，然后另一个也可以吧，另一个粘上都可以，对。这样的话，黑棋怎么办呢？黑棋只能弃子了。很不甘心啊，死的非常大这个棋，也希望他高，反正这盘棋希望这盘这个高考的学生能够以抱着一种轻松的态度去下这盘棋，在他紧张的同时，我希望围棋能给他带来一些缓解啊，然后给他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情绪，这样更有助力，更有助高考。其实高考跟我们围棋比赛那个定段赛其实很相似啊。我们定段赛之前也是两个月之前，那时候我在韩国训练，每天自己跟打了鸡血似的，6点多起床，然后晚上大概12点多睡觉，每天睡6个小时，两个月天天如此，就为了这个梦想嘛。所以说，也希望高考的学生也能够努力吧。祝他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但努力同时又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这最近北京这几天，我昨天刚从江西丰城回来，一下受不了了，非常非常冷这几天，感觉我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穿着薄的羽绒服了。我在江西里边每天过着三十多度的生活，突然到了一个大概7、8度的生活，一下没有适应得了。嗓子可能有点感冒，韩国语会，那时候小时候学的比较多，现在会发音不太标准吧，会简单的一些东西。可以搬一个，是不是肯定看刚才我讲棋了，玩赖皮节，他要玩赖皮节了。比如说白棋挡一个，他肯定是这一坐，不用去想，他肯定这步棋。然后你这个棋走到，他就在什么立一立，这个地方白棋要杀棋只有几，然后拐一个，这赖皮节嘛。哎，不好意思啊，走这个地方搬一个，粘住，也不是很赖皮啊，谨记一点，看一看有没有漏算。作业，应该没问题。这步棋如果打不过的话，只能去回来。然后现在立一个，也没有办法呀。想他的话，一定要记。啊，黑棋白棋拐一个，黑棋拐一个，没有变化。打劫的话，歪歪肯定没有想到，所以说他有点贪了，这棋下的，直接把他一点这个棋，当他没有好好学，还没有变成自己的东西呢。现在如果再点的话，看一看啊。我也没有看清，这样的话感觉黑棋气长了不少。然后白棋挡上，然后黑棋看一看怎么收气呢？搬一个，这样的话感觉黑棋是不是要杀胜了？走这个，点进来，走，然后一爬，慢一气的感觉啊，歪歪这棋挡住的话走一个一样，哎。啊，挡一个长一气，对啊，我这也是眼睛昏花啊，这种棋不应该失误的，挡一个长一气，应该没有变化。黑棋只有走这个，歪歪运气还不错啊，长一气，但实战已经是我转眼之间啊，这棋挡住了就挡住了。做眼这个很头疼啊，先打劫，
我先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棋啊，这个棋我觉得黑棋可能也有，哎，粘这个不知道怎么样。白棋只有吃，然后立一个。这棋黑棋只有搬，要不白棋一小尖就活了，如果不搬的话。然后拐走扑，黑棋如果点的话再一走还是死的啊，这样的话死的更简明，都不需要打一下了。那歪歪错失良机啊，没有把它点死变成打劫，金沙跟打劫就是一手棋的差距，有可能是一把飞刀。这地方我一会儿得批评他了。嗯，已经往这儿立了一个，这步棋就像我说的，可能是变成该缓一气节了吧？我看一看。啊，也是打劫，也是进气节，但是目数会差很多。白棋粘上，黑棋如果走这儿的话，白棋小尖，走，然后挤一个，或者挤一个，然后走这儿提掉，还是打劫。嗯，打劫的话，这棋不一定。哦，没有结婚，我今年是23岁。咱们看一下这个棋到底是黑棋团上打这个劫啊？嗯，我看一下这棋怎么下的。走，再提过来。歪歪为什么不提劫呢？很疑惑呀，这个棋被提过来再一走，嗯，提到这儿。这个时候，白棋有什么合适劫材吗？大家也都想一想。打劫的时候最考验水平了。首先我们要算出这个劫的本身价值，然后再说算出这个劫能不能打得过，然后后来得看这个棋打完之后的样子，比如说这样棋如果冲一个打完之后样子可能惨不忍睹啊，我这个地方会先打吃你，你走这儿我再尝你，我把你所有棋全部走中了，然后再把这个劫粘上，然后你问你只有你今天冲了，你只有接着来好了，这时候我就拐了扳你，白棋是不是大家发现越来越重，然后底下这个地方牵着死棋，所以说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就看 YY 老师找什么劫了。哦 ，YY 这个死活还是不过关啊！下回来多给他搞点死活题，再考好他。是不是长得比较老，都年龄比较小，长得比较老？哎，怎么回事？我摁错键了啊！不好意思啊，摁错键了。清屏了，随手棋啊，打了个走了个随手棋啊，歪歪虎一个准备不跟他玩了，你好我也好啊，这样先成这样，这样的话总体来讲我觉得歪歪还是便宜了，但是没有一击致命啊。嗯，黑棋也算渡过难关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下棋可不能这样啊，歪歪。现在看黑棋啊，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比较难的选择。控咱们角度，咱们简单判断一下，黑棋的右上方大概13、14目左右，不到15目棋，13、14目左右，然后加上底下的两目棋15目差不多，然后上边保守估计12目左右，就算那12、12、3目，15目2，底下呢我看一下，底下大概这个目比较难算，我感觉有15目左右的价值，大概42、3目棋，不到45目棋，但黑棋这一挖粘就棋就没法，这目又亏了。咱们看一下这种棋啊，被白棋打了一猴。
他肯定忽略了这个猴的好棋，他以为这个棋你如果虎这儿的话，这个棋被断肯定是爬出来，这样的话黑棋满意成功的脱逃，把白棋断开了。如果你补这儿的话，他把这个角断了，我觉得黑棋肯定会出现在这地方出现失误，但白棋这个时候有一只两用的好棋，不知道歪歪看到歪歪走能走出来吗？我相信他可能一定能走出来的这个棋。他在想，所以黑棋这一挂粘大家看一下，本身可以退一个，这个角是偶的，但现在一挂粘这个角就没了啊，玩完呆猴了一个，打吃会亏吗？啊，单猴的话他是不是心里想着保留这个，咱们看，比如说黑棋脱先，我可能中间跳一跳，我的第一感啊，他是不是保留这个，把你第一小目这个子拿掉，从棋盘上消失，很黑啊，但是不一定便宜，本身这个打的话跟这粘交换角就是白棋的，他再多提一个子，只不过是一个子而已，非常小啊。黑棋很机智啊，这个爬非常好啊，这个棋如果再被白棋挡上，比如说这个棋，这个棋迷朋友非常容易出现失误，业余棋手如果真到这儿的话看似很厉害，但白棋就淡淡的一挡，这个白棋就孤了，非常舒服，你这地方你得补断啊，你不补的话我这一拐就活了，你得补断，补断我就随便挡一挡，或者是飞一飞，这个棋黑棋是不可能攻不到白棋的，攻不到白棋的话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啊。黑棋怎么往这推呢？那歪歪这不推了一个，相当于什么呀，这个时候咱们要学会去守格去分析，这个时候黑棋单退了一个，然后白棋脱先了，然后黑棋挖粘一个，不可能便宜啊，这个地方下了有点问题，推一个很小啊，现在白棋大家看这一连片，黑棋的实地刚才说了45目强一点，现在可能快50，因为爬到一下，白棋呢点点上方10，35目强，小40目，然后这个局部右边是1、2、3、4、5、6、7、8，48加这个地方有小50，底下再加底下50目棋，50目棋的话黑棋贴目在何方，只能在这个地方可能寻求点头绪什么的，跳过来啊什么的，不知道能不能去冲击一下，飞一飞之类的，冲击一下白棋的薄弱的地方。下得很好啊，歪歪马上走到这步棋了。现在黑棋的问题就是如何攻击白棋，把自己下方撑起来。这步棋能点到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照单全收，煎一个。不可能点得到，这步棋是典型的想当然，想的把这个世界想太美好了啊，他想了一粘，好了，舒服了，便宜了。但是这个棋不可能会粘呀，歪肯定会把它吞掉的，黑棋一点变化没有，断的话就不用说了，恨不得脱先了都，随便爬一爬，黑棋不可能走的啊，反击了啊，这一下哇，这真是不怕死啊，这人不怕死，我就立一立，咱们看看黑棋能在这底下生出两只眼吗？很困难吧，跳的话我就扎钉，或者并一个也行，扎钉也可以啊，扎钉很难，你靠我就走这儿飞一飞，这个棋我觉得只会越死越多，下得很好，立一个，看咱们可能黑棋要长想一段时间了。跟
就是我跟柯洁的声音很像，我要骑跟他很像就好了。柯洁现在非常厉害，不是有人，我是看了前两第几期吧，然后柯洁也来过这个节目，亲戚朋友说他声音很有磁性，那是不是也可以，我可以这么理解在夸我呢？好，那我不知碰了一个啊，看一下碰了一个，这能搞出东西吗？白棋最大限度吃的，黑棋这个腾挪手段，只要白棋算清了，就搬一个。黑棋我觉得现在如果简单这么下的话，可能是没有什么大的希望。再算一算，不一定啊，这贴走都搬。断一长这个棋，看看长的话，我如果去把这个毛病补足啊，这不一断一个，这个棋是不是有点东西了？因为黑棋挡先手，白棋如果拐的话就吼一个，这个白棋也没几棋啊。我走这儿靠住，这个棋白棋长不出来气啊，那我是不是只有贴住了这个棋？反正比较复杂这个地方，走这儿搬是搬不死，搬我就吼，压的话我就跑一个，哦，可以搬一个，哇，这个地方白棋提前打吃这一下是起到了大作用啊，打吃这个地方，搬一个就把它搬死了吧，你走这儿我就走这儿，咱们看一下。这个计算不知道，你走这个地方我就粘上。黑棋 over 了，这直接就，啊，这能如果搬压死的话，这个棋太厉害了。不知道能看见吗？这个地方，咱们再看看，替黑棋想想办法。黑棋有没有什么顽强的手段？这个棋只能断呀。但我一般压，有变化吗？吃我就粘，我一般没有切一样的。哦，实战我们就不用摆了，我还下了一个比较简明的。我当时在想，这棋如果不成立的话，可能要会断。断到这儿的话，黑棋我去。咱们再看看这个地方成不成立，只能吃。这样吧，黑棋不行，外面白棋更厚了，接应更少。比较简明，比较简明的下法。走完，莫非我不能支招了啊？支招的话不太好。咱们看一看，打吃为例，替黑棋想想办法吧。有点困难，还很稳健的白棋下的啊。昨天围甲上刘老板也围甲低也取得了胜利啊。我跟刘老板下过一盘，是在李光杯上啊，好像是李光杯还是什么比赛上下了一盘，也是轻松被斩，盘局部没什么机会，在好几年前了，感觉整盘棋抓不住，找不到头绪。先看看这个地方啊，黑棋很顽强，
黑漆贴了搬出来，他希望白漆是不是这么下？他希望白漆这么下，我如果就这么下呢？怎么办呀？这是看不懂啊。要坏，这个地方很简单，你如果长的话我就粘住，你断的话我就吃死，没有机会啊，这棋莫非只能上出这种棋，挤一个，挤我就粘上，走我就长，我不争你，我长一个。咱们看一下这个挡先手，跳主这个气够吗？气不像够的，我就粘上你就死了，你手气我就冲一个。哎，哦，不行不行，走这儿我搬一个。哦，不能不能冲，冲的话被黑棋接上了，点我一手就死了。我看看啊，这是五十还要往外冲就行了，冲一个总长期了。咱们看征子的话，你搬不住我吗？搬的话，这征子是不利的。先看看实战这个地方。嗯，我大概是7岁半学期，15岁入段，13岁来北京的。记一个，嗯，老白只要这个地方计算清楚，可能就结束了这盘棋。黑棋必须怎么有点借用，然后杀上面六个子，那六个子谈何容易啊？棋黑棋只有断呀，然后长一个，应该是没有问题。这个棋啊，今天还是那个在那个围丙、围乙还有那个女子围乙，在那个秦皇岛第一轮，大家有空也去关注一下啊，也是职业比赛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唯一也是每年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各种韩国高手啊，我有幸下过一次唯一，对手非常非常强，啊，取得了二连胜5连败的成绩，但我们队还是保级了，啊，今年在那个秦皇岛举行，这天去海边还是不错的。啊，现在大概七岁半学棋的人，相对在这个年代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那时候学棋大概都是最早的也就6岁左右，一般都是7岁左右，所以我在当时也不算特别晚，但在现在可能很多孩子4岁多5岁啊什么都开始学了，而且起点非常高。对，还有围丙，围丙一起举行，也大家多多关注。嗯，今年那个唯一有台湾队，不知道台湾队能不能够成功保级。哦，外援对外援，第一台的话，如果是不是好像两个韩国外援的话，这我也记不太清了，当时好像两个韩国外援的话不相对，就是如果两个第一台都是韩国外援的话，应该是对双方的第二台，就对双方的第二台，我记得那年是这样的，我下的那年。
看齐，已经录了几首了，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地方，就走，随便走一走。这个棋气是肯定是白棋找长一气就可以。黑棋很已经是，这个棋再被一顶，棋差不多了。顶一个，然后一长，几乎要结束。这肯定是很简单啊。咱们再看看聊天啊。我觉得如果是18岁啊，15岁也有学棋的啊，工作后开始学棋，我觉得你们都下了这种快乐围棋一样很幸福啊。我认识很多棋友，他们都是户外围棋下的盘数肯定要比我多，每天在一城啊或者在各个网站上都在那下，输了不服接着来啊，有什么问题也会偶尔去问问我，感觉他们下的是快乐围棋，而且很好。我觉得怎么说六岁三段的话也很不错的啊。我希望就是你孩子这个时候孩子你们也不要着急，因为三段他已经进步很快了。六岁我去推测啊，也就学一年多，4岁多学习就学一年多，然后每天只要他多摆摆棋谱，然后主要把基本功打牢是最重要的。一上来的话进步都会有一定的瓶颈，只要把基本功打牢就会上得很快的。像他们现在肯定背棋谱，像很多棋迷朋友肯定就是我下一盘棋我不一定把这个棋能背得下来，然后可能很多老师没办法去指导你们。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你们在家的时候啊，去多做给孩子们多做一些怎么说呢，摆一些棋谱，然后让他去60手左右，如果一上来2-3段的话就60手到80手之间，然后摆个两面左右，让他们自己看看能不能背下来，慢慢的去锻炼这方面的能力，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也是我在教学当中也是遇到比较多的问题啊。希望对你们能够有所有用吧。常是这个我看看啊，下了好多，我这没顾上。是长，这没有问题，拐一个啊。摆黑棋还是这个棋支离破碎啊，宁为玉碎这个棋。跳到这儿的话，肯定之前是不是看我敢摆了啊？这个棋，但是现在这棋，我当时摆完之后，我发现这是不是冲出来了？冲完一段，还要相信自己的计算呀。当时第一感是往这一带走棋，但是如果跳不行的话，这个棋。我的第一感就在这儿了，就是飞一个。但黑棋这个下法我是不太支持的。这棋真的是最后一搏。还要加大对局量吧。像你们平时有很多孩子就是一个周末只能学一次，平时在家里的话，我希望家长们多督促他们下棋，然后包括在网上啊，或者多看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节目。我觉得 YY 这个冲九，然后猫哥讲定式啊，都是比较实用的节目，也是我经常推荐我的学生去观看的，对他们来说比较有用。还有超好用布局之类的，很多只要我一听很多节目都是比较有用的。在网上下棋的话，小孩怎么说呢，一定要注意视力啊，也是个问题，年纪小的时候就容易眼睛就是出现一些问题，尽量就是让人离远一点吧。还是反正
事在人为嘛，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付出多少可能就能得到多少，特别在家的时候，家长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对，猫哥讲定式，丁烈这个讲定式也是非常有经验了，已经是。然后我们他讲定式，我们有时候也经常一起摆摆，看看，非常细心，也是非常，就是害怕哪出一些问题啊，教给大家不好的东西，我们去之前都会，有时候会简单的摆一摆。嗯，这个棋只要是歪歪不犯二，就差不多了。看看他会不会给他机会呢？有奖竞猜了。好，这道题突然我想到一个死国题啊，我哦一跳对，然后走这个，下一步棋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经典的一道度过题，黑棋如何度过？嗯，我教的小孩大概在都是三段到五段，说如果是什么周末的话，就是3段到5段比较多。咱们看看黑棋能不能下出那步棋，大家也想一想，可以在留言板上说一下。非常感谢后世为控给我送了1000朵花啊，谢谢。对啊，有个亲戚朋友已经在留言板上说出来了。嗯，加的话我就一扳或者一立。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就简单一走，简明断不了嘛。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嗯，看到了，搬过了，搬过也不过，白棋当然也不怕了，白棋就粘上没关系，然后一压，或者随便煎一煎也可以，这棋压住也行，只要白棋做活就可以。嗯，白黑棋只能搬断，然后白棋搬一搬，什么中间飘一飘啊，想不活都难。看一看这个棋，我要压一压，嗯。有没有亲密朋友跟 YY 一样一上来四段，他现在一直观看这个节目，我比较好奇，然后他七段了你也七段了，有没有？啊，黑棋这么下能行吗？这一粘啊，这棋 YY 压了搬的话黑棋只能搬呀，这么下的话断这一吃，这世界末日了，这就随便吃一吃就死了。嗯，你结束了，黑棋这盘棋反正下的比较过分吧 ，YY 成功逃脱，各个地方逃脱，不行了。好，再等 YY 回来吧。好，现在进入第三个环节，局后复盘。看来这盘棋发挥不错。嗯，好，很好。我有一个地方还计算了有些问题，给你讲。嗯，咱们边买边看吧。嗯，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看看这盘棋。嗯。我平时比较喜欢用黑棋，其实
喜欢用黑棋啊。嗯。为什么？因为喜欢走错角木吃无忧角。啊，喜欢下那个布局，觉得空比较多。对。分头。我这个时候讲了，就是这个棋啊，这个分头，这个逼你有了不了解？我就挂角。然后这个棋白棋可以打入，这个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好。一上来就寻求战斗嘛。嗯。然后飞。粘住。然后白棋飞跳。跳一个。跳一个，我是暗藏杀机啊！如果你敢脱先吗？嗯，应该不敢吧。你比如说脱一先试试。那我来一个发挥一下啊。好，然后冲断了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怎么走，打一下，你打我就长，那有个跳有透过。嗯，对，这样的话白棋比较困难，你比如贴我就拐一圈然后就透过。嗯，所以说白棋本手是这个压住，要补一手，你压住，但这样的话黑棋也差不多了。对，我比较喜欢黑棋，脚也得到了，这边也逼住了。嗯，这个下成这样黑棋也比较好、哦、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能不能走这儿，有没有这种想法？走这个、对，我不想不让你跳，如果你尖的话我再尖、嗯哦、你看这两个交换实地便宜非常多。嗯，是。嗯，所以说黑棋肯定不能忍。嗯，这种地方你不能把我的苹果也抢了，你自己还吃一个，那黑棋所以说我肯定要尖出来。然后呢，然后白棋当然了也要尖，然后黑棋开。哦，因为这个在这就这样、啊、这对，在被逼住的话你就很难受啊，你这个地方要先把这个地方先走好。当然白棋不能也、嗯、这个棋被压死的话也是非常大的。嗯，反正这个棋也是飞机非常想下的一种，所以白棋这个棋现在是一定要也要出来动出翻住，你翻我就靠啊、哦、看挖不断吧。嗯，挖不断、嗯、那你跳啊、哦、这个比较中庸一点，然后再跳。嗯，那黑棋靠一个，白棋可以，不是白棋靠着，黑棋退，黑棋退，然后白棋飞出，然后黑棋压住，像这样也是个定型，这样就定型了。我学棋的时候，反正老师都这么教。哦，那这个变化还是挺早的，有一定年代了啊，现在很难见到。嗯、但是这个棋可能觉得黑棋有点慢吧，或者空有点少，下黑棋的稍微少一点。嗯嗯嗯，但白棋这儿我觉得也挺薄的。对，这个棋，白棋以后有这种后门啊，这种啊，这种挤一个，割肉的下法。那这个黑棋怎么对付？黑棋不需要你，你就把它吃了，踢掉。这个白棋是不可能。白棋不。不到万不得已，大家记着这种棋不要出现，或者我这个就尖你一下。咱们看一下，你就是飞了，快哭了。我今天发现对王老师的棋风有了一点了解，不知道我下棋时候是不是也这么猥琐。我下棋我棋风不敢是这样的。啊，你觉得我什么棋风？有点猥琐。看，因为看了这个棋是吧？对啊，不是仅仅是这手棋，还记得刚才摆那个就是布局的那套路，那个挤各种挤啊，各种过是吧？还是各种过都是关。这个是什么棋啊、嗯、啊，可以退一个啊。啊、哦，那我就把人冲死，反正白棋很苦，组织，嗯，对吧？或者直接把你提掉，抢个先手也可以。嗯，不过棋风我自己也感觉是比较大局观比较好。大局观啊、哦。对，大局观比较好，然后官子是比较差。啊、哦。为什么老输他们一棋？很多棋就是官子被人家刮得太惨。那这样可以下棋比较灵活。嗯，也是你们之间对比。啊、嗯。用学习棋手之间对比，相对来说。后半盘更为重要，真的。哦，如果后半盘停不下来的话，这整盘棋很难赢。嗯，刚才跟亲戚朋友去，今晚上不是摆木百合吗？嗯，木百合马上也开始比了。我去年就被村民勋，嗯，官子盘面十五以上的了，盘面黑棋盘面十五以上，然后后面各种看各种被刮，然后输半步，然后村民勋把盘跳赢了。啊、哦，所以说我今年被朴正华憋对鼓劲儿了。啊、哦，今年对他哈，对，嗯、哦，加油加油。嗯，好的。嗯，这个棋反正下成这样也是个定式啊，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嗯，这个下法非常多啊，走这个地方什么大飞的白棋拖的，嗯，下法非常多，是就需要慢慢的去多下一下就行了。是、嗯、好，实在是他没有走的比较简明。对对，就我比较喜欢是吧，先飞一下，先飞了一下，然后就啊，这个比较简明，这个下法当然黑棋也不差，嗯，然后你就捞掉，对，这就被我猜中了。
猜你会下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不太会下定式，就挑选择那家。啊，尽量在前面不吃亏。嗯，对对对。靠强大的关节。拉锯战，后面再说。嗯，他这个其实他搬这个你也不怕吧？他搬这个我肯定会走。他搬完卦你就脱是吧？嗯，对。啊，这个其实我还可以大家讲一下，这个刮这个也是可以的。嗯，这样。刮，你姐见过是吧？刮这个如果走这个的话，咱们看一下，还黑棋虎一个。这个下法相对刚才我给亲戚朋友讲的这个刮这个的话，这个实黑棋实力更为充分一点。啊。毕竟他在第一场这个角不一定是你的。嗯。如果以后我一飞的话，就变成黑棋的角了。嗯，是。如果挂这个就被拖，就白棋的角。白棋实力很多。对，所以这个下法的话，黑棋实力非常多。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低挂。嗯啊，嗯，实战当然顶一个也可以啊，顶完搬，然后打士，啊，这步必须要打的，然后拆。这个时候，然后我这时候好怕他补一手，你觉得巨大是吧？嗯，他这配合巨好。对。啊，补一个无敌的配合，补这个。这个局部已经非常充分了，而且他马上有一个下一个手段，黑棋吗？黑棋还要有个手段对你这两个子进行一些怎么样的压缩，嗯，扩张自己。走这个，走这个啊，也是一种下法，嗯，或者点一个也是一种下法。咱们看看这个，我记得在超好用布局，赵老师那个阶段我看过，嗯，知道吧？我是周氏粉丝，我看过周氏粉丝，嗯，我不光周氏，我们学生都是周氏粉丝，嗯。我看过这个超好用布局，赵老师摆过这个点了靠。哦。你可以看，可以回去，应该是第一集或者第二集。你如果搬的话，就被断。嗯。这个黑棋就拿捏了啊。对。你冲上就。刚才已经无敌了，现在是什么？现在有超级无敌。超级无敌啊！嗯。这一断就不行，所以白棋如果长的话，黑棋再压住。嗯。咱们看，这就慢慢的在膨胀起来了。是。通过对白棋的压缩，黑棋顺势把这种地方撑起来。嗯嗯，非常好，非常有力量，有力量的下法，太好了，宏大了一块，嗯。所以这个拖我没有说什么，我当时给大家还有一种下法，比如说打入这个，打入这个也是一种下法。这个也在超好用布局里讲过。讲过啊，嗯，那是它是这样吧，这样吧，对，对不对？这样的，对，是这样的，其实走着，嗯，说什么都知道，是靠那个，看来就是没少看啊，嗯。然后今天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也可以打入，嗯。不过这个拖也是可以的啊，我就怕他，怕他什么成空，你不怕他搬这个是吧？如果搬这个影响，啊，我现在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这个是走这个，你走这个是吧？我看一看，我如果搬上呢？这个我怎么觉得好像某位老师，哪个老师给我讲过呀？老师很多啊，如果搬一个怎么办？哎呀。或者我就单长了，如果不把我长了，单长我就虎一个呗。虎你就活棋是吧？嗯，然后立一个，嗯，然后你怎么活？你活起来。哎，我这个记忆力确实特别差，你知道吗？煎这个是吗？煎这个，那我以后煎一下，我们看一下，很舒服。嗯。局部你得还得硬。我比如说再点了靠过来，我这个我的想法还是成功，还是很大。啊，这个高三同学最后点错地方了。嗯，选错地方，高三同学，因为下棋最好。嗯，这个棋啊，我跟老师给你推荐一个啊，就，嗯，搬这个，搬那点哈，腾挪。嗯，这个小飞有搬，大飞也有搬。啊，哦，大飞搬了，黑棋粘上，你看一下，拿白棋这个虎一个，黑棋如果打的立的话，白棋就。白棋很简单飞出来，是吧？对，这个棋你应该满意了吧？嗯，满意。以后这底下一爬。黑棋没很轻松，活掉了啊！木鼠对黑棋来说冲击非常大，嗯，都爬到二五。刚才我说了这个地方，如果搬里面，可能棋里边就，如果搬里面的话是取地，搬外面是取士，取士的话就要贯彻到底，走这个，嗯，啊，这个时候你可以搬。然后呢，黑棋搬。然后先打吃一下是不亏，嗯，白棋只有粘，然后再搬，嗯。下一步棋你看有没有什么好，哦，这个我真的见过，也讲过，我见过，有没有人能帮帮我，我好难受啊，现在好难受，就记不住，应该是断四则消失啊，断哪儿啊？有这个断的东西，那你怎么样，嗯，去把这个断的东西走出来，有没有帮人帮忙的断这个，我看一下啊，想想
难受死了。嗯，断这个啊，争子不利，对吧？我只有长，没办法。然后下一步其实是关键。然后这时候应该是，我告诉你，跟你说一个问题啊，跟争子有关系。嗯，跟争子有关系。对，那就压一个，不对。跟争子关系压一个。嗯。老老实实的立吧，有气有说啊。立哈。还想什么呀？这个跟争子有关系吗？我打一下。没关系。没关系吧？哪出现争子了？没有出现争子吧？你还得在这个局部不走，被我一逼顶，不行不行，或者一夹，这局部就落了，死掉了。连扳。对啊，有就是连扳了。连扳，我吃，这是非常常见的棋形。想起来了，这一看想再压是吧？嗯。这就是这个争子。对。显而易见，黑棋没有子。嗯。嗯，所以连扳的话，白黑棋只能打一下，然后粘上。然后黑棋白棋吃一个，下成这样，你觉得怎么样？这样应该白棋还不错吧？嗯，为什么？你觉得？给我说说原因。因为这之前黑棋的阵势，现在白棋在里面活得很干净，然后黑棋外面还有。对，这是最重要的。嗯、活角这个角其实活起来活后手，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多，也没有说特别值得炫耀的地方，对、嗯。但是现在这个棋，这个味道黑棋的，比如说以后这个地方我跳一跳，嗯。我尖一尖，我点一点，都是对黑棋的一种冲击。对，所以黑棋上等于牵手棋、嗯。他如果再老老实实再傻补一个，你就先手活角、哦，就不一样了。这肯定就便宜了，就随便掉一掉。黑棋全是边上的孔不怕了啊。嗯。先手得角，满意了。记住了啊。记住了。这个变化我这次应该是忘不了。能忘不了了啊。记住了。也是局部定型的一个基本图。嗯。实战走这个，立下来。这个就很简单。对，非常简单，双方没有问题。嗯，然后飞一个，你们都被我猜到了。嗯、我猜你走到，对。嗯。没有问题。被看透了的感觉。对，然后虎一个，像这样，当时我觉得黑棋还行。嗯。黑棋毕竟这个角得到了，还有这个地方也成了实地。嗯。你也满意了，不过抢边儿就满意了，守了两个，等于是两个小木角，还不错。嗯，然后黑棋选择了，现在走哪？碰一个，对吧？这个碰一个这个地方非常有想法的一手棋。我对付这手棋一般都是长上场。你只是长是吧？那我来几个失败手吧、嗯。我如果搬，我不进行，我搬一个怎么办？搬一个黑棋连搬吧。连搬是吧？我如果打呢？现在算争子，争子不利，那我就不吃。这个什么时候？对，单走啊，单走，走再一冲。对，将来有可能。啊、嗯，这个棋白棋就坏了，嗯，是吧？裂了。对。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另一个是不是有种被别人搓的一种感觉？嗯，不爽。不爽啊，是不太舒服，毕竟往二路上走。对，以后这上面。但这个扳，你下过吗？那我就长呗。然后再立下来。嗯，然后我这个图你觉得不好是吧？我觉得黑棋还挺完整的。嗯，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一立啊，这个底下没什么用、哦，然后我自己这个后围起来也很舒服。嗯，嗯，这个也可以，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这步棋你觉得它怎么样下的？肯定是不好。肯定是不好是吧？嗯，你马上这步棋进展非常好啊。对，马上打入非常好。他这个棋，刚才我讲的，你应该走这个地方。嗯，以后搬了虎啊什么的更有弹性，这个棋形。怎么说呢？更有下一手啊，知道下一手在哪儿。嗯嗯。而且给白棋留不了这种舒服的一手棋。嗯嗯。他这有点不太连贯。而且他这个配合啊，感觉很奇怪。嗯。现在的这个棋布局最大的问题就出现了。黑棋啊。对。黑棋点了靠。点错地儿了。点错。现在也不能点这儿了。他这个棋有靠这种东西啊，想围。想已经围空，我已经提的话，凭空围空它，对自己一步去围，太低了啊！可能这种东西，比如说飞起来了，撑脚起来，对他来说更为实惠一点，对。那这个时候，他现在点的时候，我觉得你很轻松啊，下的，你一挡，我就挑简单的下嘛，对，就对的。对方是个高三的小朋友，我这已经老眼昏花了。尽量避免战斗啊！对。然后这个棋，我当时讲的，跳起来也是可以的，
啊，他如果顶住你，但是你实战也可以，也不错。大啊，很贪。这是夸我吗？夸你了，很实战也不错，操控的起都是。嗯，他这个听到我，他提到他如果再走正的话，被你跳一脚。啊，这我肯定。对，但是走这儿的话，这个木，咱们看一下，没有木啊，黑棋。嗯。然后你尝了一个。尝。你掰是怕什么？嗯，当它断了。断，那你就吃。这棋我们当时没有摆到，有这个，啊就吃。哦，这边没算。你就站吧，不太行。那我就走一个。这个棋你要是把它夹死，我就打了虎一个。如果你长的话，这个是不是要弄你啊？这个地方贴出来什么的。嗯。可能要没往那想过。没往那想啊。嗯。不过你长的也不错，这个棋。你有什么大问题？简单了。嗯。然后爬了一个。嗯。爬非常狠，我当时在想你会不会往这走呢？我有有点担心，想过吧、嗯，是非常容易想到的。但走这儿的话，可以走。你是不是觉得黑棋很难？对，我觉得有点如了他的意了。对，说上面是不是感觉被压这种感觉更难受？对，对对，嗯，所以说不能接受，爬进来，嗯，非常好啊。倔强，倔强的歪歪。但这步棋是很能拼的一手棋。嗯。然后他翻这边了，嗯，当然尝进去了，这当然了，这给他肯定是撕破脸皮了，这样。对，我以为他会立下来，直接立给他，你就拐起来，我在作战嘛。这个棋也不适合作战，你的目的就是活棋，嗯，你不用想去怎么样搞他怎么样，你只要活了他就崩溃了。哦，对，大本营啊，我黑棋唯一的大本营就这么没了。嗯，而且还损很多空的情况下，是是的，等于我付出的东西，我先付出了，没有得到回报，没 有没有什么收获，嗯，很肯定很遗憾啊，所以他肯定要给你拼入啊。那这时候我想搬下面，搬的话他可能要过，对，然后我再打吃，有种凑别人那种给骑行的感觉吧。我凑他骑行了是吧？但是我这你贴，你或者长嘛，嗯，他贴不住，哦对，然后就走。最早我可以搬一下然后再吃，我们看然后他活了是吧？我是打劫活，但这劫我首先很轻，然后你这边要处理，嗯，你这边你肯定要处理的吧，然后就算搬一个，而且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多味道，嗯，对，自己的棋形也不够完整，然后这个局部一搬把这个木斧又给破掉了，嗯，所以想了一下没下还是对的，对，凑到这种虎的棋形，这种马虎歪一下还有第二下，这种棋形帮人家走的眼位非常充分。对，我就觉得搬的这个子好像凑他。对，俗手啊，这种搬是俗手，所以这个断是非常好的。断还非常好是吧？我以为会说我冲动了呢。没有冲动，你现在也不断，也不当时有一瞬间我想过这个。这个他就是先去问问你，或者我可以说我先尝尝气。哦，这个你比如说搬我就挖粘。这个也是一种腾挪的一些技巧，不停的掏他的空嘛，不停的，你走这儿我就虎住、嗯，你打是手我就一冲，眼睛局部反正一般一虎就火了，嗯，对，也是腾挪的一个基本手段啊，嗯，这种碰，可能要学习这种东西，这种思维方法，对，思维方法更加的怎么说狠嘛，嗯，断那个的话，这个时候反正黑棋他实在累一个，我觉得他应该不太行，不太行啊，他现在。他现在莫非只有虎出来了？虎出来主要这一巴掌，我可能要晕倒了，是可能也下不出手。再贴出来，这好像咱大家看一下，这个黑棋也行啊，这边被一扳，怎么回事？白棋已经差不多活了，嗯，不太行啊。本来黑棋很厚的，现在黑棋被分成两块。是的，那这一段的话很难。这个时候黑棋已经很难了，实战这个肯定也不行。嗯，他打了冲也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定型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走一步看一步嘛。走这儿，这不能这种心理啊，不能这种心理。但是老师的面不能说什么。绝对不能说，走一步要看好几步。嗯。然后我走这儿，我粘住是不行，被你拐死了。嗯。那这个棋筋被吃掉，估计也不太行。这个你就把它抡了，外面全是破的。对，嗯，还不太行，
很难，这个时候真的。黑棋是不是前面？前面这个压可能是有点冲动。冲动，冲动是魔鬼啊。嗯。不压的话，我也是。醉了。这个棋步走什么？这棋步等他走，他也很尴尬。粘上，粘上一局活棋，是吧？嗯。飞一飞，把这个棋活掉就 OK 了。啊，我知道这棋了，你说，就算他这一步棋下的不太好。这不被你打入可能。对，就不好下了。哎，没办法，我就是这么。没办法，下好这盘棋。及时的抓到对方的弱点。对，这盘棋反正很时机很好，第一时间。如果你在被人家飞住的话，这棋你那配合反而感觉很好玩。对，所以这个第一时间非常重要，让他的棋变差。嗯。下棋也是这样，如果说对方的棋效率变低，想怎么想办法？对。嗯。啊，这样，这样。都拿下去了。都拿了，再拿没了。嗯，压住，然后这断了，非常算得很清楚啊！我看了一遍。啊，其实说实话还是也是晕晕，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感觉啊，关注，还是一档啊，这可能你这个局部我觉得你有点狠了。他对，你点一点算了，应该点一个，对，点一点算了，给人家留条生路。我已经便宜很多了。对，这个局部已经是。连脚带边白来的，再加破套，嗯，全部把它走掉了已经。这个时候你不翻也可以，大吃，粘上，粘上，这个更黑啊！没想到这么黑。他搬了。他搬了，这时候你看有没有想过这个点？这个点他翻上了。翻上你就冷静。粘住。粘住你就搬一个。就立一个啊，立一个比较稳健。搬了八万一什么呢？立一个。哎，不能，他活了是吧？那不能这么下，那之后我就挡了。啊，走上你就活了。我可能不能，只能挡。有没有算过？没算过吧？你猜？我猜了，没算过。这能算过？这好像也很，也不一定啊。他是不是又有打几？打一打，然后挤一挤，这里面什么玩意儿？围棋也太难，围棋就是这样、哦。这感觉我气不够啊。气好，但是你搬的时候，我是不是这种东西？这样你也不好杀他，嗯嗯，也不易啊。黑棋还是很顽强的一个局部，感觉各种东西。对他翻上来，感觉气特别长那边。对，长好几气。嗯，这里上来我也没有看太清楚这个地方。嗯，你这个打可以啊，坐劫。嗯。他也采用猥琐的棋风，走完另一个，我另一个挡上再提劫。我就这时候我就想，大不了的各回各的。对，你这想的很好。嗯，各过各的话，黑棋应该也亏了吧？亏了，对。你这棋还要棋形上。嗯。你从就跟这简单以后这种地方点起来什么的。后手了。可是官子有可能半家什么，这地方会有一些出入。嗯。这个地方肯定虎一个形状更完整。嗯。嗯。这就是基本功了。嗯，再团一个。你打击。嗯，不怕这个棋，黑棋自己活的话，把白棋撞得很厚，虎这个嘛。对。其实我想要不要把这弃了，换三手棋。不是，当时我挺怕你啥吧，找这种劫、哦，或者找这种劫，这种劫你找同时人家先把你打中，哦、打完吵一下，然后再把一劫粘你，我到处都是死。当时特别担心这个，嗯，还比较冷静啊，这不是非常好，嗯，很冷静。然后站上各活各的。我这时候真在想要不要在外面再围一。你有算过多少目啊？这地方？二四六八十十六。不到三十目，粗粗一算吧。嗯。不到三十目棋，不到三十目棋也不小，反正你主要是这活起来这个味道，还是有。对对，我也考虑到这一点。保卫啊，我觉得不错了。先把二十七八目对，而且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不说不准呢。你这个进来万一要给你打了吗？对啊。那这样飞棋反正很困难，它下步棋是非常损目的，发针，非常非常损目。这个棋被你打脚，脚上直接打了一口，打一下口，对，嗯、你不给他这种特别机会。我想从这边可能，我就这样想，以后再打死这个，把他这个提掉是吧？嗯。但这个的话就是花一手棋能得多少目？咱们看这个角其实也是磨的目。啊、你就是多踢个没差多少，相当于打吃一个，我本来应该粘的，
大家看一下，这样简单的首歌一下。对，那我现在接到这儿了，我天，大家不如站好，但是你这个题效率太低了，效率非常低，这就大家很清楚了吧。明白了，这样。他就爬一个非常好，很大。跳起，怕死。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我优势嘛。这肯定，我觉得只有现在在这儿，不让你这块有香，有发展。这块已经很大了，也没有那么大场了。逼住这个同时，他首先你要拐的话，他就拆了。实惠。他这个地方把你打散了，你这个后势，让你就尽量让这种黑白棋的后势不发挥。而且将来想爬一个，我还挺局促。难受啊，这一爬带着木。所以像这种棋，可能因为棋手比较不会下了，他看他自己木也不多，然后对方棋他要想攻攻不到，觉得这还挺大的，对，看得见，看得见一点。但是这个连线对白棋来讲，连到这儿的时候，对，这唯一的大场，急锁应该是，是不是急锁？然后这个点几乎就是失去理智，失去理智太狠了，还是想早点睡觉呢，已经醒了啊，学习累了想早点睡觉呢，点进来了，反击非常好，立下来。这个局不下得很好啊，这个碰也是在搅局。这种不讲理的下法，我觉得下了这么多棋了，总结一下就是你冷静就好。对，对，碰到这种东西你不要乱。对对对，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不要给它更多借用，越有借用越好。像这种棋你下得非常好，为什么？这种长就要比搬好，大家记得搬的话，这种棋有可能就是借用多一些，肯定借用会多一点。对，然后像什么扭十字，咱就长一方，尽量给别人少点进攻，一个道理啊。我这就算他活了也没什么嘛。对，这个棋我当时我一直在想你搬那个，不，你实在看实在这个断棋。我想的是他如果从下面打我成。他也没什么棋。然后他爬。那你打呢？他能活吗？那我断这个，他可能这边断。他爬完一段啊，那拐哈，算的还比我多呀，这个比好拐好棋啊。是吧，严厉吧。对对对，你走这儿给我一拐一挡，这一断这好像完了。对，他活了，我下回就被活了。走这个啊，走这个的话他是不是也要什么加一点，爬肯定不行。你如果敢冲的话这一断，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小朋友应该这么下。你走这儿的话我就粘粘先生，这个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很简单，一贴征子白棋有力，但你可以搬住，非常复杂。你说走这儿的话，这棋太复杂了。走这儿好像也不行啊。你走这儿可以拐，可能也要死。搬什么？很乱啊。他可能也只有实战那个拼的，肯定不如这个拼的有结果。他因为也读秒了，时间有点紧。30分钟了。他已经读秒了。读秒了，这个。断着。还发了一个，在聊天室还发了一个，发了什么？我也没注意。表示惊讶。班主啊，这个棋，我是什么样子？我这个其实也欺负他，有点时间不够了。这那我打。你是不是要先冲一下再一班？这好像不是还是不行。这地方黑棋太勉强，咱们看这个黑棋这种形状啊，走这儿的话被拐了一耙，太勉强。粘上的话被吃，他在几乎没什么棋了吧？他跳了一个，他是这么走的。对，他走这儿对，然后掰了一个，是吧？然后你吃了一吃啊，很简明。也只有这个清楚，他这个我还真没看出来，没看到是吧？这个还挺，你局部下了一跳，以为是不是要终结起来？以为我操，这什么情况，出事儿啊？但是我想想，你当时肯定是心里是很那个什么，很清楚。这又太高兴了，两个剑合是吧？两个剑合，随便走一个，这其实差不多了。但人家挤到这儿的时候，可能一身冷汗，围棋就是这样，真的是一身冷。任何时候不能掉以轻心。然后走这个，我当时也是。出现了一个幻觉啊，我以为这棋啊黑棋先挡着，然后再挡到，这个棋肯定要长气嘛，对，它棋还挺长，然后走这儿，我当时以为这一粘上就死了呢，后来发现还得长气，长气就可以，你就贴出来，长气一粘就行，是，只能长气啊，
或者啊，这个不是棋筋了，对啊，那就无所谓，那你怎么走都可以。啊、哦，当时我以为是棋筋呢，他实战等于也是，啊，就直接跳了一个是吧？他断了。啊、嗯，断了，长的皮。跳啊，打一点。这冲锋打了一下、啊，这应该也不太行。不太行了啊，这个时候，白棋就高，可以说结束了。嗯。他在这个地方去想杀白棋。这种棋几乎是不太可能，就到白棋这方。业余棋手之间，这种最后拼一下也是这种，也是有机会的、啊。拼的真是有机会。是他最后肯定是要拼的，嗯、不能不也不可能就这么认了。对。他这种棋不光可能职业棋手就差不多了，嗯、再拼下去，估计也没什么机会这种棋、嗯。对，职业棋手和职业棋手还不太一样。嗯。白棋，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对、啊。哪个地方你下的比较好？哪个地方有一点问题？这盘棋我觉得我发挥的还可以，可能就是因为比较冷静吧。啊，下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嗯，对，在对手找事儿的时候，不要被他激怒。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放宽心，啊、放平心态。非常好啊！我跟我们学生也是说，最多就是你下棋一定要冷静，时刻保持冷静。嗯，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点已经是不错了啊、嗯。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计算上可能还需要再加强一点，对吗？嗯，对。嗯，但是这个长什么爬什么的都不错下的，就这盘棋你的问题很少，发挥很意外的出色。我昨天看你上次跟猫哥，啊，猫哥上啊，我上一盘棋，上一盘棋、被别人吃的很花呀，我一看，伤口上撒盐，我吃的很花，我今天我说好好让他计算上旁边看一看，嗯，嗯，那盘棋发挥很出色啊，非常冷静。对手因为上次对手也相对可能更强一些，对，今天的这位小朋友。也希望他能早日升回七段。嗯，更重要的还是长棋吧，让棋下的更清楚一点。嗯，但更重要的应该还是在一个月不到一个月以后的高考中能够发挥取得好成绩吧，理想大学，好是。好，那就今天非常开心啊，有来了一起探索棋啊。我觉得王老师讲的还是相当好的，很清楚，很快，而且很实用。经常给你搞点实用的。嗯，好，希望王老师以后能多来指导我。好嘞，希望亲戚朋友们都有收获，嗯，YY也有收获。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见。再见。嗯，再亲戚朋友再见。不知道还有。